花莲市区多了一个韩式拍贴机店，引进韩国很流行的可爱拍照模式，现场有各式夸张劲爆的造型道具，还有唯一与国内多位插画家联名合作的画框选择。不止年轻人喜欢来拍照，连银发族也都很好奇的走进来，并且大方的拍出超萌的照片。花莲市中山路上多了一家亮黄色的小店面，不少人好奇这是在卖什么。其实这是一家韩式拍贴机店，在韩国十分流行，台北都会区也有，而花莲则是第一家进驻。这是韩式拍贴机店。那为什么想设置这样的一个？因为我们去韩国玩的时候发现，就现在这是韩国很流行的，然后在台北其实也有一些了，但是花莲还没，就是我们是这个品牌的第一间店。对，然后我们这个品牌就是跟很多台湾在地的插画家有做联名，会有联名的画框，然后每一个月都会有那个韩团应援的相框，啊，然后就会有不定期的更新这样。想体验韩式拍贴并不难，店长亲自示范一次。我们有两间包厢，那背景的话是绿色的，里面那间是粉红色。那在这个地方啊，是我们的道具区。道具的话就可以戴在头上，你也可以戴这种眼镜的东西，然后或者是像我们这里还有像这种大便的。那选好你的道具之后啊，你就可以到这个里面来拍照。拍照的部分啊，就是你可以先选去拍照，这里的话会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做选择。然后这是一张大张的，那这里是两张小张的，印出来的尺寸其实都是一样的。付款的方式啊有很多种，除了用现金之外，还有 LINE Pay 接口支付、悠游卡还有信用卡的部分。那信用卡你也可以用 Apple Pay 做使用。遥控器的话就是160秒内拍完你所有的照片，那倒数计时的话就是每8秒会拍一张。选完之后，我们家的比较特别的部分，我们这一间店比较特别的是，我们有非常多跟台湾的插画家做联名的。另外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帮一些插画家上一些框到我们的机台里面，那可以帮忙做宣传。那这里的话就有几十个框可以做选择，你选一个。列印之后会有一个 QR code 可以扫，那照片会从这边直接出来。那如果是选两小张的，它会自动帮你裁切好，电子档就会跑在这里。那我们长压储存到照片，那照片就会直接到你的就是手机里面。列印出来就会像这样。各式各样夸张劲爆的造型道具，还有美妆整发区。进入拍照区，按照荧幕上的操作指示，方便多元的付款方式，自己摆 pose， 自己按快门，然后选择自己喜欢的照片，马上就可以列印出来，还可以扫描 QR code 把照片储存在手机里。有趣的韩式拍贴机，大家不妨来体验。记者惠欢市报道。